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444卷第二分成半品第48。尔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大事故出现世间，为不可思议事故出现世间，为不可称量事故出现世间，为无数量事故出现世间，为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大事故出现世间，乃至为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何以故？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成半布施波罗蜜多，亦能成半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能成半内空，亦能成半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亦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即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能成半真如，亦能成半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能成半苦圣谛，亦能成半极灭道圣谛，能成半四净律，亦能成半四无量、四无色定，能成半八解脱，亦能成半八圣处、九次谛定、十遍处，能成半四念住，亦能成半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能成半空解脱门，亦能成半无相无愿解脱门，能成半三圣实谛，亦能成半菩萨实谛，能成半无眼，亦能成半六神通，能成半如来实力，亦能成半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能成半32大事相，亦能成半80随好，能成半无妄施法，亦能成半恒住舍性，能成半一切陀罗尼门，亦能成半一切三摩地门，能成半欲留果，亦能成半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能成半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能成半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能成半一切智，亦能成半道相智一切相智，善现如刹帝利灌顶大王，威德自在，降服一切，以诸国事，咐嘱大臣，端拱无为，安稳快乐。如来意耳，为大法王，威德自在，降服一切，以声闻法。若独觉法，若菩萨法，若诸佛法，皆悉咐嘱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皆能成半一切事业。是故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大事故出现世间，乃至为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复次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色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半事，于受想行识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半事，于眼处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半事，于耳鼻舌身意处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半事。于色处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半事，于声香味触法处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半事，于眼界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半事，于耳鼻舌身意界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半事，于色界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半事，于声香味触法界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半事，于眼世界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半事，于耳鼻舌身意世界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半事，于眼处无取无执。
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耳鼻舌身意处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地界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水火风空世界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无名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形式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布施波罗蜜多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乃至于般若波罗蜜多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内空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乃至于无性自性空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真如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乃至于不思议界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苦圣地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极灭道圣地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四净律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四无量四无色定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八解脱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四念住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乃至于八圣道之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空解脱门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无相无愿解脱门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三圣十地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菩萨十地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五眼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六神通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如来实力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乃至于十八佛不共法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三十二大事相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八十随好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无妄施法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恒住舍性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一切陀罗尼门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一切三摩地门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欲留果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乃至于独觉菩提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一切智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道相智一切相智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尔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色无取无执，于受想行识亦无取无执，乃至于一切智无取无执，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如颇见色可取可执否？颇见受想行识可取可执否？乃至颇见一切智可取可执否？颇见道相智一切相智可取可执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否也善事。
佛言：善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善现，我亦不见色可取可执，不见受想行识可取可执，乃至不见一切智可取可执，不见道相智一切相智可取可执。由不见，故不取；由不取，故不执。由此因缘，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色无取无执，于受想行识无取无执，如是乃至于一切智无取无执，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取无执。善现，我亦不见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有正等觉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可取可执，由不见，故不取，由不取，故不执。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都不见有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有正等觉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可取可执，由此因缘，无取无执。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于色若取若执，不应于受想行识若取若执，如是乃至不应于一切智若取若执，不应于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取若执，亦不应于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有正等觉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若取若执。尔时欲色界诸天众具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难见难觉，不可寻思，超寻思境，极尽微妙审地审密及聪慧者，乃能了之。若诸有情能深信解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彼曾供养过去无量诸佛，于诸佛所发弘誓愿，多种善根，是多善友，以为无量善友摄受，乃能信解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有得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当知彼类即是菩萨，定得无上正等菩提。世尊，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一切皆成随信行随法行，第八欲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彼所成就若智若断，不如有人一日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忍乐思维称量观察，是人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成就忍胜彼智断无量无边，何以故？诸随信行若智若断，乃至独觉若智若断，皆是以得无生法忍诸菩萨摩诃萨人少分故。尔时佛告诸天众言：善哉善哉，如如所说，诸随信行若随法行，第八欲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所有智断，皆是以得无生法忍诸菩萨摩诃萨忍之少分。天众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暂听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以信解，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使善男子善女人等速出生死，正得涅槃，成就如来正等觉智，胜求二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远离般若波罗蜜多，学于经典，若经一节，若一节于所以者何？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广说一切微妙圣法，诸随信行若随法行，第八欲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摩诃萨，皆应于此精勤修学，随所愿求，皆速究竟所作事业，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此学，以正正正当正无上正等菩提。时诸天众俱发声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是不可思议波罗蜜多，是不可称量波罗蜜多，是无数量波罗蜜多，是无等等波罗蜜多。世尊，诸随信行若随法行，第八欲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皆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速出生死，正无余依波涅槃界。
一切菩萨摩诃萨众皆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入无余依波涅盘界。世尊，虽诸声闻独觉菩萨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各得究竟所作事业，而使般若波罗蜜多无增无减。尔时欲界色界天众说是予以欢喜踊跃，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乐，顶礼佛足，又绕三匝辞佛还宫，去会未远俱时不现。尔时巨兽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菩萨摩诃萨从何处没来生此间？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书写受持读诵修习如理思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常随法师请问意趣，若行若立若坐若卧，无时暂舍，如心生毒不离其母，乃至未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意趣，究竟通力能为他说终不舍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即说法师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从人中末来生此间，何以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先是以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以受持读诵修习如理思维，复能书写众宝言事，又以种种上妙花曼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床翻盖祭月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由此善根离八无暇，从人去没还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时巨兽善现复白佛言：世尊，颇有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供养成是他方如来应证等觉，从彼处末来生此间，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懈倦否。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有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供养成是他方如来应证等觉，从彼处末来生此间，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懈倦心，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先从他方无量佛所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懈倦心，彼成如是善根利故，从彼处末来生此间。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从毒使多天众同分末来生人中，彼亦成就如是功德，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先是以于毒使多天慈是菩萨摩诃萨所请问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彼成如是善根利故，从彼处末来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懈倦心。复次善现：有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虽于先世得闻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而不请问甚深意趣，今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怯弱，或生意解难可开悟。复次善现：有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
虽于先世得闻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而不请问甚深意趣；虽于先世得闻真如，乃至不思意界，而不请问甚深意趣；虽于先世得闻苦集灭道圣地，而不请问甚深意趣。今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怯弱，或生意解，难可开悟。复次善现，有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虽于先世得闻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而不请问甚深意趣；虽于先世得闻八解脱、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而不请问甚深意趣；虽于先世得闻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而不请问甚深意趣；虽于先世得闻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而不请问甚深意趣；虽于先世得闻三圣菩萨实地，而不请问甚深意趣。今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怯弱，或生意解，难可开悟。复次善现，有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虽于先世得闻五眼、六神通，而不请问甚深意趣；虽于先世得闻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而不请问甚深意趣；虽于先世得闻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而不请问甚深意趣；虽于先世得闻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而不请问甚深意趣；虽于先世得闻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而不请问甚深意趣；虽于先世得闻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而不请问甚深意趣；虽于先世得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而不请问甚深意趣。今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怯弱，或生意解，难可开悟。复次善现，有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虽于先世得闻般若波罗蜜多，亦曾请问甚深意趣，或经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而不如说精进修行。今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摄经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其心坚固，无能坏者，若离所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寻遍退失，心生犹豫，何以故？善现，是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由于先世得闻般若波罗蜜多，虽亦请问甚深意趣，而不如说精进修行。故于今生，若遇善友殷勤劝力，便乐听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无善友殷勤劝力，便于此经不乐听受，彼于般若波罗蜜多，或时乐闻，或时不乐，或时坚固，或时退失，其心轻动，进退飞恒，犹如轻毛，随风飘转。当知如是住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发趣大圣，经时未久，未多亲近真善之事，未多供养诸佛世尊，未曾受持读诵书写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是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学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未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未学真如，乃至不思意界；未学苦集灭道圣地；未学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未学八解脱、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未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未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未学三圣菩萨实地；未学五眼六神通；未学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未学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未学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未学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未学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未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善现，当知是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
心去大圣，于大圣法成就少分信境爱乐，未能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现，诸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不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不以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摄受有情，乃至若不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摄受有情，使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不为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之所守护，乃至不为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之所守护，使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不能随顺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不能随顺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由此因缘堕生闻地或独觉地，何以故？是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于身般若波罗蜜多不能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亦不能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摄受有情，不能随顺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不为般若波罗蜜多之所守护，乃至不为一切相智之所守护，由此因缘堕生闻地或独觉地。第二分传等御品第四十九之一。佛告善现，譬如泛海所乘船破，其中诸人若不取木器物浮囊板片死尸为衣服者，定之溺死不至彼岸。若能取木器物浮囊板片死尸为所依附，当知是类终不莫死，得至安稳大海彼岸，无损无害，受诸快乐。如是善现，若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虽于大圣成就少分信境爱乐，若不书写受持读诵思维修习，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所依附，当知如是住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中道衰败，不证无上正等菩提，退入声闻或独觉地。若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有于大圣成就圆满信境爱乐，若能书写受持读诵思维修习，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所依附，当知如是住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终不中道退入声闻或独觉地，定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善现，如人欲度险恶旷野，若不摄受资粮器具，不能达到安乐国土，于其中道遭苦失命。如是善现，若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摄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有胜意乐，有欲胜解，有舍精进，若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于功德，当知如是住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中道衰败，不证无上正等菩提，退入声闻或独觉地。善现，当知如人欲度险恶旷野，若能摄受资粮器具，必当达到安乐国土，终不中道遭苦舍命。如是善现，若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已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有胜意乐，有欲胜解，有舍精进，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于功德，当知如是住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终不中道损耗退败，超生闻地及独觉地，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善现，譬如男子及诸女人执持坏瓶一盒取水，若持若井若泉若渠，当知此瓶不久烂坏，何以故？是瓶未熟不堪盛水，终归地故。如是善现，有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摄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
有胜亦乐，有欲胜解，有舍精进。若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则便远离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亦复远离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即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亦复远离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亦复远离苦集灭道圣地，亦复远离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复远离八解脱，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亦复远离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亦复远离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复远离菩萨实地，亦复远离五眼六神通，亦复远离如来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亦复远离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复远离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复远离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亦复远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当知如是诸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中道衰败，不正无上正等菩提，退入声闻，获独绝地。善现，当知譬如男子或诸女人，持烧熟瓶，一河取水，若持若井，若泉若渠，当知此瓶终不烂坏，何以故？是瓶善熟，堪任盛水，即坚牢固。如是善现，有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有胜亦乐，有欲胜解，有舍精进，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便不远离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如是乃至不远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由是因缘常为诸佛及诸菩萨摩诃萨众摄受护念。当知如是诸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终不中道衰耗退败，超生闻地，即独觉地，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善现，譬如商人，无巧便置船在海岸，未具装置，即持财物安置其上，牵着水中，速便进发。当知是船中道坏没，人船财物各散异处，如是商人无巧便置，丧失生命，极大财宝。如是善现，有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摄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有胜亦乐，有欲胜解，有舍精进，若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则便远离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如是乃至远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当知如是诸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中道衰败，丧失生命及大财宝。丧生命者，未堕声闻或独绝地；失财宝者，未施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譬如商人，有巧便置，先在海岸装置船椅，方迁入水，知无穿穴，后持财物至上而去。当知是船必不坏没，人物安稳，达所至处。如是善现，有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有胜亦乐，有欲胜解，有舍精进，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便不远离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乃至不远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由是因缘常为诸佛及诸菩萨摩诃萨众摄受护念。
当知如是住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终不中道衰耗退败，超生文地，即独绝地，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善现，譬如有人年百二十，老貌衰朽，附加重病，所谓风病、热病、痰病，或三焦病，余意云何？是老病人，颇从床坐，能自起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否也，善事。佛告善现：世人设有福令起立，亦无力行一句卢舍，二句卢舍，三句卢舍，所以者何？老病甚故。如是善现，有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设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有胜意乐，有欲胜解，有舍精进，若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则便远离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如是乃至远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当知如是住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中道衰败，不证无上正等菩提，退入声闻，或独绝地，何以故？以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离诸功德，诸佛菩萨不护念故。善现，当知譬如有人年百二十，老貌衰朽，附加重病，畏风热痰，或三焦病，是老病人，欲从床坐起往他处，而自不能。有二见人，各服一夜，徐策令起，而告之言：莫有所难，随意欲往，我等二人终不相弃，必达所去，安稳无损。如是善现，有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有胜意乐，有欲胜解，有舍精进，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便不远离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如是乃至不远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当知如是住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终不中道衰耗退败，超生文地，即独绝地，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以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具诸功德，诸佛菩萨共护念故。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住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犹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离诸功德，退堕声闻及独绝地，不证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善哉善哉，汝为利乐住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问如是事，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现，当知有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从初发心，执我所，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此善男子善女人等，修布施时，作如是念：我能行施，我施此物，彼受我施。修境界时，作如是念：我能持戒，我持此戒，我具是戒。修安忍时，作如是念：我能修忍，我于彼忍，我具是忍。修精进时，作如是念：我能精进，我为此精进，我具是精进。修净律时，作如是念：我能修定，我为此修定，我具是定。修般若时，作如是念：我能修慧，我为此修慧，我具是慧。复次善现，此善男子善女人等，修布施时，只有是布施，只有此布施，执布施为我所，修境界时，只有是境界，只有此境界，执境界为我所，修安忍时，只有是安忍，只有此安忍，
直安忍为我所修精进时，直有是精进，直有此精进，直精进为我所修净律时，直有是净律，直有此净律，直净律为我所修般若时，直有是般若，直有此般若，直般若为我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我所执恒随逐故，所行不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增长生死，不能解脱生等众苦，所以者何？不施波罗蜜多中无如是分别，可起此执，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中亦无如是分别，可起此执，何以故？远离此彼岸，是不施波罗蜜多相，乃至是般若波罗蜜多相故。善现当知此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知此岸彼岸相故，不能摄受不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能摄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由是因缘，此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堕生闻地，或独觉地，不证无上正等菩提。